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没人呢，摁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张小姐，啊，没，我在电梯里。对，刚说哪儿了？哦，我们公司确实新公司资历浅，但不代表我个人能力差呀，对不对？能再过一次机会吗？怎么可能搞砸呀？我办过很多的婚礼，我是很有经验的。喂，张小姐，喂，电梯里没信号。 给我打电话是吧？遇到你就倒霉了。喂，张小姐，我刚电梯没信号。喂喂。 行不行啊，姐们儿，你这大马路上你弄一急刹车，你这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？这是对不起，我是新手。你新手，你在这儿你贴下实习的标志行不行？你这一急刹，我直接怼你车皮上，关键我还得圈子，我凭了什么呀我？不是那哥们儿他先停。我管人家干什么？急刹的是你，这我还得负一圈子，我凭什么呀我？我跟人倒了霉了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我真有事儿，我着急上班去了，你这，哎呦，要不我给你留一电话号码？你赶紧给我留。 我看你这车没事，我不管你了啊！你自己处理，我不管了。行，你注意点。不好意思。下车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合着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刚才我看你让那些小朋友过马路，还觉得你是个好人呢。啊，合着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还有追尾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车没油了。车没油了？你蒙谁呀？哎，你有没有仪表盘？仪表盘上面是不是写的没油了？满大街都是加油站，你不知道加油啊？还有，别叫我大姐，脸上的褶子比我都多呢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那你说我是不是中了邪了呀？我回回见到你，回回倒霉。 你要我刚才客户为什么没谈成呢？就是因为人家嫌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办公地点，你霸占我的房子，害我丢失客户，害我被追尾，还随意进我的房间。我看你这人一肚子坏水。大姐，不，何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，要是故意的，我是不是都得入土了呀？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说自个儿是模特。 觉得就是无业游民吧？哎，是不是我往那天桥上一站，也能说自个儿是模特？那你说什么呢？你不站住！哎，你见过真正的模特吗？模特怎么了？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你不能贬低我的职业。我们大冬天的在外边面试，在马路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你见过吗？我们面试的时候，客户拿我们当商品一样摆来摆去的，你感受过吗？我们工作的时候蹲在马路边吃盒饭，你知道吗？ 你想到过吗？是，我们在台上是挺风光的，我们穿的衣服也挺贵的。
但是我脱下那套衣服也是普通人，我们走一场秀还买不了那个袖子。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是普通人，都不容易。你们不容易是吧？你告诉我谁容易？想要在这个城市里好好的生活，就得工作。只要工作，就会受各种各样的委屈。有多少人都是看着别人脸色过活的？哦，就你不容易呀。这点委屈你都承受不了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反正呢，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家你必须得搬。没办法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刻不容缓。我也知道，可能对你来说挺为难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对不起。我搬。7点半，我去签合同。